根据媒体报道，近日卡梅隆发布推文称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 Rose 的手印还在，并附上了照片。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，当年拍泰坦尼克号， Rose 当时在道具上留下的手印还清晰地印在那里。网友热评道，脑海里居然在播放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别说了，我要去看电影了。小时候和我妈去厂里的大礼堂看的，记得外面挺热，礼堂里很凉爽，看到陈川那会儿感觉无比的冷，我一直以为是杰克的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